多呢。五挑五枣，五年除草，五三年除草，轻点快速加热。坚果，铝制坚果，69。这个小一点点可能，59，或者再小一点点，55。这是24厘米的，这是26厘米的，这个是28厘米的，69。那上面这个是宽果129，22 C， 22 C 好生吗？24C， 24厘米大，是22厘米直径的，半张，139。上面这个18，109。这个小锅是59，800毫升，1300毫升是79。这个橘子没有试吃吗？我渴了，想吃这个橘子了。虽然他在做白菜的试吃，他就算了。主要是我看他，哎，其实我如果我自己做，我会吃的。但是那个啥，我现在渴的话，我要是平时我就吃，我现在实在渴了。嗯，你还是先赶紧把牛黄给吃去，要不然我喝多了，他吃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嗯。今天这点运动量还不够我瞎吃的呢。十斤十片1块钱，这是多少个十斤？10块，80片。抽纸，6包，120抽的，18.9。鸡肉呢？S231 这个制造商机。
我浸缸了，浸缸了。欢迎光临，你好，叫什么呀？什么领导？人家有什么？小马能领两个奖哦，不过是雪碧的。糖类饮料、碳酸饮料就算了。哦 no！ 我走，他也来，尴尬，扫地机追着我走。哦，他这个速度挺快的，这个扫地机。有些那个扫地机速度很慢。这就是临近保质期的商品特价，宫保鸡丁调味料2.9元，100克。小龙虾调味料6.4元，133克。豆瓣牛肉酱9.9元。夏天到了，大家都开始露腿了，太热了，我感觉都很热。1.9元，哦，这还有个1.9元。1.9元的这个克数少，它这550克，别的这个2块钱的都是560毫升的，它这是550毫升，少一点。我这个属于实践一下，我要去那个扫码付款，自助结账去。这个没人，你来了。哦，它有一个会员购物，非会员购物。请输入您的手机号码，再选择其他登录方式。你好，这个点样？暂时啊，暂时。跟住确认付款，咁样确认付款。你要咩电话？微信啊，特别信，系就俾佢哋。如果系咁嘅喎，如果系咁就。啊，我再把我的布掉。7.9元，1.9元 ，OK。请选择您的结账方式。请扫描您的微信付款码。请输入您的手机号码，再选择其他登录方式，请扫描您的商号扫码。支付，再次完成。10元，再刷新。
到收银台已完成支付，本次完成。二，换商品，请拿好您的购物小票，感谢您的贵宾。我这是因为要给大家录，所以就比较。日入取冰，非食用冰仅保鲜用。哦，这是买冻品了以后想拿点冰在这儿弄。还有自助打包的地方。是自己动作的大神呢、这个给人大家弄胶条，这不是纯属浪费吗？这弄出多少垃圾来，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给大家提供这种东西，人为制造垃圾。Thank you.